生肖兔，属兔女本身的气质很棒，属于那种长相其实很一般，但是气质非凡。单看属兔女的样貌，就是一般的清秀，但是他们的气质就不一样了，瞬间帮助他们的美丽提升了一个层次。属兔女的美更贴近于古代中国那种大家闺秀的清秀，越看越觉得心头小鹿乱撞，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想多看几眼。小兔女温柔贤淑，安静典雅，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温婉感觉。他们说话轻声细语，动作轻柔妩媚，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都仿佛向人传递着他们的魅力。小兔女虽然不是很美丽，但绝对是十二生肖中最具有魅力、最有气质一个。当他们向你露出他们甜美的笑容，即使现在正值寒冷的冬天，都能带给你春天般的温暖。生肖羊，生肖属羊的女生特别有气质，温顺善良，因此她们气质的由源而出。她们温文儒雅，懂得礼节，厚待他人，通常是男人们心中的恋爱对象，柔和稳重，人情味重，细腻有毅力，内心坚定，对喜欢的充满深情，喜爱艺术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气质。生肖马，属马的女人性格豁达，聪明伶俐，从小就有不服输的精神，在事业当中他们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吃苦耐劳，属马女的旺夫能力一流，把他们娶回家注定钱财无忧，万事大吉。虽然大多数属马的女人长得并不惊讶，但是他们很耐看，越看越有女人味。属马的女性大局部表面看起来也不是很大美女啦，但是相对也是可以吸引人们再多看几眼的，而且多看几眼后会觉得生肖马女越看越美观。生肖马女大多有一些憨直，体态也偏圆润，这类型的女生其实是很耐看的，属于越看越美型。生肖虎，生肖属虎的女生天生具有女王风范，她们的个性独立，行事周律，思想独特，不是自己，这类女王通常敢作敢为，富有正义感，讲道理。属虎的女性多数外柔内刚，除此外她们天生具有组织能力，有雄心壮志，朝气勃勃，会乐观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难，她们无所不惧，同时也得到了很多佩服的眼光，这都归功于她们的性格具有女王风范，气质可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